大家好，我是死佬。死佬今日又嚟打机机啦，今日我把声可能有少少唔同，因为有少少感冒啦，已经开始俾我屋企人传染咗啦，诸如此类啦。上一回我哋成功地挑战咗呢个冚亲个头啊，我叫佢冚亲个头啦 ，head and tumor 系咪咁读啊 ？tumor 是但啦。今次我哋玩呢个叫 Dark Nose Face 系咪咁读啊？大约啦吓，黑夜嘅降临啊。咁係講啲咩？係咪同全盲係差唔多嘅咧？定係有啲唔同咧？睇嚟唔係喎嚇！哇哇，會唔會勁咗少少咧嚇？呢度所有嘅道具都係惡魔關嘅啲真品嚟嘅，最少把菜刀係唔係係咯？把菜刀唔係自己喺手嗰啲，唔係更加厲害啊！咁有個咁嘅戒，自己戒自己嘅嚇，戒女啊 ，Eva 係女嚟噶嘛嚇？呢個我記得之前係都係喺 Eva 嗰度攞翻嚟。是一个好似系扣血之后会加攻击力的道具，但是很难用咯、啊。你得两极血，大佬，我本身有几多攻啊？我本身三攻，几好，好劲啊！基本上我哋觉得，哇，有呢、這个是中毒效果定是恐惧效果呢？好像是会一开始有啲蜡笔啊，我做啲蜡笔先，蜡笔我都仲而家我仲未记得有咩用，是但啦。不过吓、啊，副道具。啊，唔系，应该系饰物系唔系好主宰呢只游戏好多嘢，所以，除咗呢几种比较珍贵嘅会记得之外，其他啲我都唔系好记得啦。唔紧要啊，冇咩问题。我可唔可以 high 到 high 到系唔够嘅喎？我嚟呢把刀 high 到啲屎之后咧，会可以帮我锯烂佢添啊！原来系唔得嘅。喂，好似好平淡喎、啊、吓，冇咩特别，攻力几好嘅。哇，你唔好话你啊，有事慢慢讲。爆。好嘢俾我，喂，做得好啊！咁就轻轻地咁啊，攞咗$4啦。不过冇锁匙啦，入唔到商店。不过咁强势嘅叫做装备咧，应该系咪会难玩少少咧？定系我唔知黑夜降临成实一个唔系好大嘅挑战咧？大约啦，哇，好多钱啊，正啊！啲人周围跌钱嘅，虽然跌$1啫，但$1都系钱嚟噶嘛，点都要执嘅。会射一射先。一次三攻其实已经很劲，加上我本身应该有那个扣血会发癫的毛啦，所以不知道。等打大佬我就直接用一用刀片给大家看。不过刀片真的很危险，我觉得呢，即除了人如其名啦，刀片除了会自杀用之外呢，都会不觉意戒身自己。嘿，用啦，一夜就扣一格心了，但就会强行变了恶魔形态。同埋可以召到只雀仔出嚟，跟住我又无啦啦扣咗血啦，唔知咩事，小心吓。系咯，恐惧嚟嘅我呢、這个，应该系睇下佢惊到，做咩只你哋两个吓？唔敢埋身啊？咁啊 ，G G 啦吓，一条底裤，女仔系要着翻条阿妈嘅底裤嘅，阿婆嗰啲超大条嗰啲，着完之后会自己一套咗上去就会自己跌翻嚟。哇，喂，唔对路喎、啊、吓，呢一关系比平时嘅多咗啲嘢嘅，多啲乜嘢咧？即系比平时，我啱啱见到七关啊，唔系打五关啊，哇，咁要小心啲啊，因为冇宝物房啊，所以好难打其实，即系纯靠撒旦啦，同埋靠赌场，靠赌场啦，同埋其他嘢打嘅，系一个高难度版啊，我都惊咗啲未必赢得到，如果系咁嘅话，唔紧要啦吓，希望。希望啲蚊唔好冲埋嚟啊！唔好埋嚟啊，锯你噶我啊！把刀真系好似冇咩用，我想要几只乌蝇兜住我，唔好埋嚟射死你啊！安全嘅，有少少鼻塞啦，大家听到佢啲 fee 下 fee 下嘅声，唔紧要啦。我把刀嗰有咩用啊？我究竟可唔可以劏到佢？嚟一嚟啊，劏佢啦，喂，唔该啊！喂，吉到嘅吓，一个炸弹，冇咩锁匙。诶，呢度有，哇！把刀原来都可以挡到子弹喎，睇嚟吓，不过有啲难预位，叫做，哎呀，小心，哎呀，小心啊！我哋要尽快筹够$15去买道具啊，因为好需要，确实好需要啊！把刀唔应该唔会自己，去搞掂 ，good， 一条锁匙啊，系一条牙牙肠啊！我真系想喊出嚟，我冇锁匙嘅之际，你仲整啲咁嘅无谓嘢俾我，都系仲用咗咁多道具去开，用咗一个炸弹，再加一条锁匙，先可以换到一条牙牙肠翻嚟。呢条牙牙肠贵啊，吓，好计啊！猪肠明明好平，但系而家点解卖到咁贵？
嗰種豬腸，其實我真係好唔中意食豬腸嗰種嘅感覺咯。唔該嚇，我有時真係唔係好明點解會中意食大腸啊啲人。啊，死婆都好中意食大腸，但我唔中意，好古怪嗰陣味。$10啊，咁冇炸彈啊，唉，換一鋪，反正豬有個心。你唔好唔跌翻蚊俾我，幾驚啊！佢嗌完之後唔跌翻個蚊俾我，好齋啊嚇！啱啱嘅投資失誤令到好多嘢都攞唔到，唔緊要啦嚇。希望在明天啊嘛，打大佬攞翻條瓦槍先，條瓦槍值一個炸彈加一條鎖匙嘅。大佬屎屎棍，嘿，又要自戒一下嚇，女女自己戒女女啊，戒女女，哎呀，唔好吹啲屎出嚟，哎，好驚啊，無啦啦。不要亂來，小心啊，避開先，移動速度都不錯的，可以很專心地避開。哎呀，嘩嘩嘩嘩，刀幫我擋了，剛剛我其實我避不開，小心死，攤攤條條，隻雀都完全沒有幫我手，可不可以不要那麼賤格呢？喂，撒旦房到了，兩個心的選擇，你會選擇什麼道具而伴隨你下一關呢？是，咦，有貓貓，喂，小心，嘩，是猫猫爪好个戒刀的但是系啊，我系猫猫。猫猫的作用就是用一格红心的上下换三格爪啦，好有用。不过高手向咯，我觉得低手向其实那三格都是转眼间就冇，但系红但系又唔识补翻啊嘛，所以喂射中只蚊啊，你知佢咩啊？二卵击石啊，唔系。找你啲僆嚟幫你擋招，你會唔會太可惡啊？好啦，你唔好以為你自己係藍色變種，我驚咗你啊！唔好埋嚟，哇！揸啲俾佢蟹蟲，真係有啲危險。好好，哇！成班焚身似火喎、啊！你哋做乜嘢？你哋好嗨喎！營火會引火自焚、集體自殺嗰啲咧，即係如果集體自殺係自己集體燒死都幾得人驚。你都迷惑，我哋今日嚟自殺大會，唔知點解咧？日本咧好中意喺嗰啲類似係討論區嗰度留言，話唔知咩一齊自殺嗰啲。我記得好多漫畫嘅，唔係好多讀係咯，好多漫畫嘅小説都用呢個橋段，成班人咧，我記得有幾本都係咁。我哋今日啊，生無可戀，我哋要自殺咁樣嚇，跟住成班就約出嚟，唔知點樣死，跟住個故事又要發生。好鬼搞笑啊！有冇谂过自杀系烧死咧？但系你哋啊，如果自杀系烧死，应该要几震撼嗰种咁嘅画面。啱啱嗰个就系咁样嘅画面啦，好明显就吓，冇乜嘢，都系俾我挨石慢慢，唔好自杀啊！跟住全部打死晒。哇！啱啱争啲嗨族，把刀其实都几劲喎，原来吓唔觉咁样都挡到几多子弹，可能因为够长啦。小心小心！哎呀，哇！好刀呢把啊，護主的刀。呢个伊芙嘅样子真系唔太讨好。哇，成堆死肥仔喺度。汤你啊，嗱，肥仔唔好埋嚟啊。遇到啲近战，你真系要捉到位，捉得好准，把刀先可以杀到人啊。所以冇谂住靠杀人，只靠挡弹算啦。我想要翻把手持嘅菜刀，唔想要呢啲。抵嘅呢一度吓，炸咗佢先啦咁。入去之后可以攞，入去之后就可以攞埋个宝箱，希望系啲好嘢啦吓，好好嘢，撞你个鬼啊！好多蚊，好多蚊，好多蚊啊！唔好埋嚟，你哋两个吓、啊、交配紧嘅蚊，我觉得呢啲简直就系、是，喂，弊家伙啊，越嚟越多，越嚟越散咁样吓，唔好埋嚟啦，够啦吓，射死你！嘿，大条做得好，有两条锁匙，正嘅。仲有一蚊，我哋就可以去商店买嘢噶啦。因为唉，真系好需要商店啊！我发觉我如果头嗰两关咧多钱啲咧，会好好多。啊系，大家如果要抄就抄啦。虽然唔知呢个 key 宝物房系啲咩，应该都冇咩用。又系锁匙啊，攞唔到啦今次。对唔住，终于有挑战房啦吓，正。挑战房啊，挑战你极限定我极限咧，是但啊。同埋咧，传说咧有机会有时差呢样嘢啊，呢只 game 原来都即系点样咧？即系可能你用猫猫呢一个换心去屈嗰个撒旦嘅道具，诶几好正啊！终于都有炸弹锁，诶、欸、
白痴啊，点解自己嗨埋去啊？黐线，手残到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地步，简直就系学过分。啱啱吓一吓俾佢，即时缩到好远，劏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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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一只乱走啦，有两只乱走啦，只雀不断系一波骚扰住，妖敌妖敌，哎顶，又嗨中我。只雀喺度不断系咁食佢啲腐肉啦，食死咗啦，食死咗一只，食唔食得第二只咧？食死埋啊！第三只准备啦吓，搞掂。喂，笑死啊！我一个灰心就冇咗啦。哇，系好惊，唔好卖泥啊！你哋啊，真系好过分啊！你哋越吞越厚，太惊我啦！一中完啲蛋就，其实因为只有咁强嘅道具，基本上都好屈机。如果唔系 Eva 啲血低啦，同埋冇道具房咧，基本上真系爽爆，受死受死啊！唔好卖泥，哎呀，阿文宝避开咗，唔好玩命好唔好？好多人惊啊！你咁吓。又不知道自己玩命的时候会走音、啊、换个心冇用。喂喂喂喂喂，顶咩事？咁都中，好过分。睇下先，有两个炸弹，五条锁匙，可以俾咗粒药啊。好似行得快咗少少，有啲甩，有啲线态感觉，甩 key 架，但系冇到墙。好嘢，啤牌盒正。啤牌盒就系。系咁变啤牌啦，同埋可以食多一个，嗰、那个叫做食多一个啤牌啦。你噏紧咩？食多一个咩？啤牌？世界有几大咧？吓、啊，呢、這个世界有几大？正吓、啊，开隐藏房嘅，用咗啦，啱啱已经唔觉意咁样，因为急需啊，我觉得趁而家好好地呢一个地方，开多少少隐藏秘道，赚多少少钱。哎呀！好在方全白色嘅药食。哦，啱啱 lucky 噏完，而家系 lucky 弹下个天系咪都咁样玩我？炸弹炸，哎呢度炸到，呢度炸到啊！嘿，放低个炸弹，跟住离开，跟住揞只耳仔。我揞耳仔都未揞得实，嘿，俾翻我一样嘢我，咁有咩用？好过冇啦吓，睇下今次会系咩道具先。如果有五个蚊嘅话，五个蚊；如果有五蚊嘅话咧，就。就屈多次，咦，两只耳仔啊，呢、這个好似系双倍炸弹。咁我唔会喺一个炸弹嘅时候搏佢双倍炸弹嘅，因为好似唔知喺边一集我都讲过啦，其实系咁系好唔抵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硬系要同我擦身啊？点解走音走到咁顶卡得实晒？黐线，有啲惊，有啲惊无啦啦死。死咗都唔知咩事嗰啲咧，最恐怖就系呢啲。呢度有个炸弹可以炸咗佢，唔系呢度有个石头可以炸咗佢。OK， 灰心 good， 冇咩血啦吓，基本上睇下有冇啲血系可以食下先。呢度半个吓，手下手下又又满翻，做得好。个天就系咁样对我，非常之好。而家呢个时间用道具就去睇下啦，系啦。如果你零个炸弹直接用嗰张卡咧，就会有两个炸弹嘅。哇！又系嗰只最真嗰只吓，呢只简直就系新手嘅黑圣，我话俾你知，烦到震啊！呢只嘢，冇理啊，一只恐惧咗吓，所以可以专心射佢。你哋两个啊，是但敷一只恐惧先，一惊到唔识喐啊！对住我啊，有把刀喺度转下转下，系人都惊啦。咁又系，你睇见到条友有把刀喺度转下转下喺个身嗰度，我包你唔敢埋佢，等等啦。咦、哎，你好啦你。撞够我咪咁都嗨到喊出嚟，又有药水啊，全能力增强，不过个样会懵啲啊，但系本身个样就唔系好靓，所以 OK， 好正，都系三攻啫，移动速度四有冇搞错？睇下先，冇啦，下一关，其实冇咩所谓啊，全能力，哇，喺黑暗关啊又吓，哎 shit， 入唔到去，会小心。暗射啊！望住后边，唔好望住前边。咩叫望住后边？唔好望住前边。两个炸弹，哇！真系行得好快，好善啊！我唔可以再食加速嘅道具，唔系我会癫啊！我一定会唔觉意撞到埋某啲蛋嗰度。我自己觉得唔好卖力，哇！生只好大嘅蜘蛛喎、啊、吓，无知平安唔会，会啊一只，小心嗱，唔好卖。行得好快又好好避，有时但系有时。避开弹的时候咧，又好难可以避得到，好矛盾啊！呢样嘢就系啊，
即系就住呢啲冲埋嚟，我都轻而易举咁样向正。喂，我顶你个自爆啊！你竟然要自爆你，我有啲过分。卡啊，丢人，好过冇。哇系，哇系，哇系，好惊，好惊，好。哎 shit！ 好完都未好完就已经中咗，好难避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吓，佢哋左右左咬咬右咬咬咁样，我以为咁简单。用一用个道具先啦，耳仔正啊 ，double 嘅钱啊，冇用，我哋得两蚊嘅原来，唔系好抵啦，哇系射亲你哋都喷弹咁惊噶，好似一路射你哋一路喷弹咁 ，OK 冇嘢嘅，继续，喂、欸，好光猛啊，突然之间咧喺啲咁黑嘅环境之下见到有啲光。见到啲火堆咧，简直只眼睛有啲适应唔到。诶，终于都有翻少少钱啦吓，再攞多两蚊，我哋 double 我哋就可以入去道具房，唔系入去购物房度屈道具。哇，小心，小心先，望后边啊，唔好望，唔好成日望前边都冇。我望后边嘅时候，咁我咪就望翻前边咯。啊，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讲咩啊？即系我避得后边就避唔到前边，冇乜分别。睇下先，冇咩，暂时冇咩道具要飞嘅。如果上一集上一关，唔好喊啊！大家失缩于墙角里面，好似嗰只之前嗰个都市传闻啊，唔知咩四边喺度系咁掂对面嘅，那个膊头就会有第四多第五个人嚟掂你膊头噶啦，唔好埋嚟啦嗱吓，你知知啦，准备调翻一只蚊啊，懵懵滞滞 ，OK， 搞掂。暂时那边就没什么特别的，但我真的想用鬼了张，果然用到了、公欲善其事，必先剥了个头飞、剥了个头吃完就得，做得好威风啊，张、小心小心，唔该，我啱差啲被人屈到埋墙角那里，想着射死他的时候人家恐惧跟着避开了，真是讽刺，搞掂，继续行这边，哇好，我而家，哇只有只去开，有只 ，oh shit， 有只开咗眼，哇系，好惊，清咗啲火先，有啲难控制，有火响度咧，唔好埋嚟啊！你哋跑得咁快，做乜鬼嘢啫？诶，啱啱好啊，谂住助跑冲过嚟嘅时候就俾我消灭咗啦。哇，唔错吓，今日集几好屈，多房啊，因为可以屈多啲卡。直接系咁喺度钉佢，钉死咗，唔需要我自己亲自操刀。熄灯先啊！我中意黑暗咁样环境之下杀死人。诶，小心！哇，好惊！唔系讲笑，企喺呢度先。顶！谂住屈都唔得添，屈刺噶嘛，嗰个位可以，即系啲人踩上去都系会扣血，跟住会死。一蚊嘢啊！好似唔见有购物房喺嗰度，原来系有嘅吓。我问住又系你啊！慢慢先，搣咗张皇后，呢张就真系皇后。三仔系有咩用啊？三仔系加王。喂，你哋唔好，成日上下行好冇？哇系避到，唔系避到咯，其实系避唔到，把刀同我挡咗。恐惧，喂，你企定少少都唔得。你企唔定嘅、啊、你个人，嗱，快啲拿高你件衫啊！射啱啦啊！你一拿高我射你隔篱，一拿高我射你隔篱，一拿高我射你隔篱啊！都话噶啦，唉，总之啱啱嗰个吊人唔好咁快用啦，有少少失策呢度，哇系，好惊吓！呢啲蝙蝠一癫起上嚟都唔知。唔知佢想点？闭！哇，喺度再避开到，吓，争啲埋到嚟。嗰边连一个炸弹都冇，点样过去攞嘢啫？好过分，唔紧要啦吓。有女王嘅脚，咦？猪仔前鞍喎，正喎吓。猪仔前鞍就系你扣月嘅时候会跌一至两蚊嘅，几好用。基本上都唔会放自己扣月噶啦，不过啦，变啊，16蚊咁啊。可以去买下成数啫，大家识计噶啦。猪仔钱啊！今日开始我会好好地储钱噶啦。不过我相信每一次都系讲完就算了。睇下先，呢个位置炸一炸，隐藏秘道，
好嘢啊？冇嘅。呢、這个位置会唔会有呢？我觉得会有机会有。但我哋点样炸到呢个位啊？我四边都炸唔到嗰个位，三边都炸唔到啦，唔系四边。三边都炸唔到，其实应该未必有。试下啦，反正都有少少炸弹嘅身，系冇噶啊！人哋明明呢度都未掂到过去。好啊，白费咗我两嘢。而家剩翻两格血，要打下一只大佬，应该冇咩问题嘅，唔使点扣血啫，其实都。哇！打小肥军，小肥军，诶，点解变咗两格心嘅？唔系抌落去嘅咩 ？Oh shit！ 啊，身体太庞大啦，唔介意嗨到个肥仔一下，佢都计我扣血。喂，你唔好呕屎，系你唔好见到我就呕。点解会中啊？我发生咗啲咩事？点解同埋我啲速度越嚟越快咁样嘅？我记得都系唔四速啫。哇，你唔好吸住我一蚊啊！小肥啊，你个吓。谂住，即系如果有人大口气到可以不断喺度吸啲散纸，都几得人惊，你都咪话啊？喂，一杀晒小屎，一杀晒啲屎军就又呕翻啲出嚟啊！睇嚟留翻一只喺度，大力啲射佢唔该。喂，佢终于识跳啦吓，谂唔到佢咁样都识跳，真系谂佢唔到。除咗佢咁肥大之外，我谂唔到佢点解会识跳啦吓，又屙两嚿屎出嚟啊！你屙嚟屙去，哇！你放你漏屎喎、啊，你兄弟啊！佢嘅吸力系唔够我的速度劲啊 ！OK， 只雀成功俾我哋，唔系我哋成功你搞掂咗佢啦 ！Lucky 加两条锁匙 ，HP 好似多咗好多啊！暂时应该安全。下一关俾多一关撒旦关我啦，要求唔系好高啫，系咪先？好啦，打蚊系咪啊？应该系。初代嘅蚊啦，唔系，哇蟹一只老屎忽被监固咗喺嗰度啊！传说中呢啲老屎忽应该会出啲嘅绝招嘅咩恒宇淫龙拳啊，或者诸如此类嗰啲啊。不过唔系，佢喺度字体不断系咁删你小屎啊吓，所以我哋要快啲杀咗只老屎忽先。唔好讲咁多，喂射极都射唔到佢，想点？好安全啊，佢啲托儿所啊嚟噶吓，哇蟹暗算我，好在避开咗。跟住老屎忽死咗就佢啲仔嚟继承啦吓，佢啲仔冇咩功效嘅啫，唔识生仔嘅，不过就识乱鸠咁冲啦，冇咩所谓。哇！一个孔，哇！唔好黐咁埋啊，本小姐惊咗你，好恐怖。诶，有粒药啊，老屎忽留低嘅生仔药系 lucky up 嘅，食咗佢先啦。咁当然啊 ，lucky up 呢样嘢好紧要 ，lucky down 我就唔食噶啦。呢度会唔会收埋好多司机钱咧？睇下老屎忽噶咯吓，一蚊暂时见到一蚊司机钱，应该冇乜司机钱嘅啫。睇佢个样子，儿孙满堂啊！人哋有鬼钱留俾你咩？就搞掂会？哎呀，好迟啊！点解你而家先俾我噶？啊，如果攞到嗰个，应该会多好多钱，可以炒到真正嘅司机。哇！好夸张！咦，唔够远啊！你哋啊！小心啊，好心啊，唉顶，好 Q 难打又黐线，点解咁 Q 多只绿色啊？好过分咯、啊！哎，搞掂，喂，我有啲过分啊！這个无敌屈机毛嚟噶呢个吓、啊，我哋要打咗入边嗰只虫，我哋先可以清到呢两只咁嘅骷髅骨头。但嗰只虫系喺嗰个打唔到嗰个格嗰度，都打到嘅，系咁戳西嚟打落去咯，戳西，好咸湿啊！呢个字，死啊你，卡掉啊！挑战关啊，挑战啲咩？用埋先，恶魔卡正，受死！喂、恶魔，咦，冇反应嘅，系咪加攻啊？我好似系啊，你虾我。打唔到后面皮嗰啲啊！暗算，射佢后脑，射佢后脑，射佢后脑，耶、yeah ！再射，喂 ！Oh shit！ 因为永远我都会扣，玩亲挑战关都会唔觉意嗨到埋嗰啲人嗰度。你已经俾我只雀蹬住咗你啦吓，你暂时都走唔甩。哇！妈只手蹬住，唔好嚟，一只应该唔止一只咁简单，三只撞你个鬼，小心！一只
两只，诶、哎，搞掂，中一只，受死，耶、yeah! ！阿妈嘅手都打断你啊！啊，谂住打我，喂！弊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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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吓！啲肥仔一只跳咗唔知去边度啊，唔见咗只球，冇咗个头嘅肥仔就会唔识跳啦吓、啊，非常之悲哀啊吓，练到一身好武功都冇咩用，唔经唔觉就用咗好多灰心啦我哋。本身嘅两行，哇系冇扮可爱，啊、我最憎啲人就可爱过我，死啦你 ！Oh shit！避唔到，竟然啊！嚟啦，俾多保，俾多个，唔好叫我打诊仔啦，唔该吓，俾、啊、多个嗰啲咁嘅购物房我好唔好啊？我唔想打诊仔，我想要购物房。不过通常呢关都系打诊仔，冇得啊！佢话帮衬咗我咁多年，系时候我哋见识一下啊！又系啲漫画桥段，唔知点解一直都帮你嗰啲人，最后又同你打噶、啊。其实我系某某嘅仔嚟噶吓，咁、啊、你受死啦咁样。哇，避得到。靓啊！哎呀，顶你！你唔好喺度系咁撩我猪仔前眼好唔好？啊！一扣咗血，哇哇哇！原来唔觉我系剩翻唔系好多血咯，系唔觉已经冇晒灰心啦，好 Q 难避喺度。嚟啦，快啲啦！你唔好喺个，你唔好喺个打唔到你嘅位好唔好啊？死！哎呀，避开，靓，血搞掂，啊左摇右摆射击搞掂。有个宝箱啊，可唔可以半翻？俾翻半个心话，你好狠，攞咗两个灰心先俾翻半个心我。哎呀，哎，我真系顶你个仔啊！死僆仔啊，好嚣张啊！你哋两个啊，点解 ？shit 死啊，好惊！趁而家都叫唔错啊 ，lucky 又 up，lucky 又 up 咁点啫？左 up 都冇办法噶啦吓，你而家咁嘅状态，大懒 bump 系冇噶吓，又估错咗啦我。其实嗰边啲细房啦，而家我哋系时候巡啲大房。哇，好 Q 多冇用嘅嘢啊！最有用嘅应该就系嗰粒电池噶啦。咁我哋同埋嗰粒药都有机会有啲用，一蚊啊、锁匙啊嗰啲我唔会嘥。好，咁样炸吓，咁样炸系最可以攞齐晒全部嘢嘅。啱啱我睇唔到，我要炸两片啊！啱啱真系，嘿，问好，食。生头发。哇！又系你班死靓仔，小心！喂，好咯，我啱啱明明射中你，你咁赖猫，好贱咯、啊！你哋班死 PK 仔啊！喂，冇血，小心唔该，无啦啦有只兄弟帮咗我，有只靓嘅突然之间我隔篱，你喺边度嚟噶？消失咗，神秘嘅怨灵，哎呀，好惊，唔系讲笑，好惊唔觉意射，唔觉意就。太重，半格血啦。虽然高手系用半格血玩 Eva， 但我唔系高手，但系嗰句，所以有啲危机啊。去搞掂一只，尤其是而家走得咁快咧，有啲失速嘅状态。唔好埋嚟啊！你揾个背脊得住我得噶啦吓。大家唔系咁熟噶咋 ？OK， 搞掂啊！喂，哇，我几惊你兜翻过嚟，继续。哎呀，哇 ！shit， 好惊！哎呀，搞掂 ，good， 做得好。喂，咁多剂，嘥咗就难吓。恶魔又系恶魔，咁啊，等阵先，用多次 ，joke， 用 joker 都 OK 嘅 ，joker 直接传去沙旦房。等阵先啦，我惊一传咗沙旦房，一出嚟就打太老啫。所以等阵先，睇下有冇啲咩补血啊，或者其他嘢嚟啦，乖啦，俾多少少补血我得噶啦，一个，你至少俾我俾翻一滴血嘅话，我会安心好。我有啲过分啊，唔好理啦，用牌啦，唔该，我真系惊我会死嘅，如果唔系，颈圈最唔实用嘅其中一样道具，就会令你一条命啦吓，唉，是但啦，攞先，有机会有一条命应该系话。啊，是但啦，应该专心少少，应该可以打赢。Oh shit， 死咗，仲有冇复活？哇，无限轮回啊！而家最恐怖。喂，唔好咁过分，你哋啊！嗱，恐惧就啱啦，恐惧就唔识射嘢嘅，系咪先？偷袭佢，有啲难避咧。
喂，又中啊，俾多条命仔嚟，好恐怖啊！喺度弊啦弊啦吓，我哋唔好咁力哦，黐线吓！你嘅一滴，你嘅一角心系好抵嘅，完哦又冇啦，系咪啊？今次唔好咁啦，无限轮回，无限 loop 咁样啊！你俾我死啦，不如喂喂，我恨你只蚊，好犀利啊！我觉得可以屈钱咯，如果真系咁搞法，避点避啊？大家好，我系死佬，死佬今日又嚟打机机啦，我哋继续嚟玩翻 Isaac。挑战惯片噶，上一回唔知道你睇嘅上一回系我嘅上一回啊，定系咩啊？上一回我哋玩咗呢个 Dark Noise Veil， 系咪咁读啊？黑暗降临啦，你知道啊？我唔知道有冇读错，你大家知道啲英文几差噶啦。咁我讲咁多，我哋继续啊。黑暗降临啊，同之前嘅有啲唔同。我最初以为呢个黑暗降临咧。是解呢、這个都是好似慢咗咁样啦，原来唔系嘅，佢呢个系哇蟹哇蟹哇蟹，佢系用 Eva 嘅一个全部负面效果嘅，一啲全部用撒旦先有，撒旦房先有嘅嗰个道具拼合而成嘅人，睇佢有六个道具，有啲加工嘅力啊，有啲其他成，其实都哎呀小心，都唔错嘅，哇蟹好惊好惊，行到啦吓，其实啲道具所有道具都唔错，我觉得。不过就会冇咗道具房，你冇咗道具房啦。一嚟，二嚟，因为 Eva 本身血少，所以都几难用。诶，锁匙不得了啊！但系哇，系好耐未见过呢、啊、只，第一次，做乜又无啦啦会扣咗血噶？啱啱有人打我，喂喂喂，小心啊！我唔明点解会扣咗血啊？就系旧时嗰两只兄弟嘅黑化版啦、啊，我谂唔好埋嚟。诶，恐惧，恐惧就啱啦。做乜愤怒？即系哥一恐惧，个细佬就愤怒咯。做乜嘢啊？咁快可以自己嬲嘅吓你，自己嬲自己成，你唔可以咁喎吓。阿 Jack 同我打死佢，系啊 ，Jack 同阿婴儿嘅大战啊！唔好埋嚟，一埋嚟我射一射佢。阿 Jack 收你皮，我唔同你打。咦，得到咗小娃娃只啊！佢细佬跟咗我，跟大佬啊，识跟啊呢啲吓，跟我先至好明显就有，耶，好明显就有路数啦吓，我呢啲。跟我系啱噶，话俾你知。醒目嘅僆仔系应该跟我嘅。射死佢一齐啊！佢本身嗰啲紫色蛋系咪追踪噶？系啦，本身啲蛋系有啲追踪成分嘅，虽然唔系好多，但系都可以弥补一下我打唔中嘢嘅目标嘅。哦，白色嘅心啊，有炸弹一定要炸咗佢。好鬼死多地方用炸弹咯，第一层就已经好过分。好惊，好惊，好惊啊！最惊呢啲。好贱啦！草力一嘢就跳过嚟，完全估佢唔到。开有炸弹嘅5蚊，15蚊嘅陀标啊，咁冇啦，咁唔好理住啊。因为 Eva 太低血啦，之前都话，所以白心系好需要，希望可以攞到炸弹，令到我升天啊！哇，又嚟呢间房，好难打啊！呢间房，我就觉得追佢吓、啊，打斜慢慢追佢先。做咩啊？远个头唔识追啊你，射佢！哎，都得啊，转到弯，唔好咁快撞墙，好唔好你？射佢 ，yeah， 做得好啊！有啲牙烟啊，因为我自己觉得咧，虽然有菜刀同我行一行，把菜刀好似系可以挡到弹，但系啊呢度攞好真见到佢哋棍，哇！只红色嘅，红色嘅又点咩？分别好似大粒啲喎粒嘢啊，好似一嘢就扣咗一格血啦，哎食咗添，唔应该食啊，其实。嘥咗佢，算啦 ，OK 冇问题啊，太简单你哋，黄色药丸，我要炸弹噶咋，啊，好简单，咩都唔要，净系要炸弹啫，随便啦、啊，其他嘢，俾一个啊够啦一嚿肉肠啊 ，Sable 话好似呢个羊虱嘅，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，好嘢，佢真系唔俾炸弹我啊，咁我撞埋佢一扣，嘿，有冇嘢跌出嚟？好嘢，系冇噶。你激嬲咗我啦，好尴尬嘅状态，一蚊一冇锁匙，咩都冇，咁算啦吓，走，我哋避开，避开，避开 ，OK good， 靓啊嘛嗰下，靓鬼啊，人哋一下就搞掂，唉，好可惜啊，你一个白色心攞唔到，
本身可以加血，因为真系好靠撒旦房啲道具咧。如果你有一格血多咗咧，系会好好多。哇！喺自爆无啦啦，做咩要滥炒？你只就甩咗，零零舍舍因为恐惧而就得甩。不过系冇理，专心啊，射多少少嘢。我好希望可以攞到一嚿嗰嚿屎屎嘅食物，可以令到我屈多啲道具。哇！系有啲难度，冇理啊，专心，唔好对佢恐惧。喂，你哋唔好喺度系咁屈。哇！系佢喺个巢嗰度不断系咁屈咯吓。把刀片其实对于我嚟讲系冇咩用，因为我对自己嘅回避能力系冇咩信心。Oh shit！ 啊，即系唔回避都会中招。刀片嘅直接扣你一格血，跟住攻击力加强，即系一啲自残令到人只得到快感咁样嘅原意啦。我谂系啊，虽然同我嘅装备系非常之啱，即系同我自己嗰个辅导佢，因为我自己剩翻一滴血嘅时候，佢攻击力会增强好多。小心，哇，系射死一只先。买到嚟啦，买到嚟啦吓，唔好理，唔好望翻转头，好惊，好似恐怖片咁咧，直射吓、啊，我从来啲蛇都唔系好乱，有咩分别咧？唔知道是但啦，喂、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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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h shit！ 啊，已经扣咗一滴血啦，哇哇哇哇哇，跟住原路过去，原路过去，小心啊，啲蚊好贱，血我哋就够嘅，走，食药。好嘢，佢射程降低啊，真系非常之唔好彩啊！睇下呢个金箱开咗啲咩啦，喂，唔错，大量嘅钱啊，有10蚊啦，成功啊！希望可以攞15蚊，希望在明天啊，攞15蚊嘅时候，我哋就可以入去买一买啲好有用嘅道具。希望啦，不过应该冇咁容易啊，死屎屎啊，唔好乱嚟！你哋啊，幼稚园托儿所啊，个大嘅，啲大人又唔中意睇边？咦，嗰度见到一啲特别嘢。我哋兜一兜路去食翻啲补血啦，其他嘢先。诶、欸，有两个地方用炸弹炸，但我而家一个炸弹都冇，咁我可以点？诶、欸，有个屎阻住咗我，炸弹求下你，俾个炸弹我一个都 OK， 就系唔俾你，你吹咩？我哋入去商店度搏一搏啦，反正都系啦，搏到有一个炸弹都 OK 嘅，其实真系十紧颈嘅1蚊啊，非常之可惜。如果有15蚊就好啦，呢、這个世界冇如果嘅吓，有个樽，诶，又俾多蚊咯，好冇，咁我哋买炸弹啦，谂都唔谂，快速，呢度有一个地方可以炸嘅，跟住前面都有，放咗呢度先啦，近近地，嘣嘣，哦，一个灰心都好，打呢只 easy 啦，呢只冇咩难度，老朋友啊，简直就系集集都见到佢。唔好喺度摆出啲咁嬉皮啊！佢样跳高系最靓仔嘅，有冇啲人系咁嘅样嘅咧？即系平时嘅样，诶、哎，点解你喺我后边噶？被阴了啊！因为恐惧嘅关系，即系好多嘢预计之外啊！即时变咗做阿雀，你打啦！啊，虽然我唔使点样靠你，哦，蛇嘅效果就系令到你冇呢个攻击嘅距离，正啊！即系佢点都系射到最远噶啦，好似。诶，一嚟就咁，第二关就打佢嘅，咁快嘅，嗰啲快都过分啊！唔好理啦，就话射佢先，行远少少，喂，顶你！你阴我啊，正嘅，其实呢招喺几远都会打到，方便回避武器或者其他嘢，射得都快，射速都快咗好多。诶，换翻样有用少少嘅嘢，呢样道具好过戒刀嘅，险家嚟讲。不过咁快我哋就用鬼咗。个灰心咧真系有啲可惜，唔紧要啦，啊，冇咩问题。第三关轻轻松松啊，食卡窿就系我哋呢啲 ，OK 啊，小心。嗱，临凑够15蚊去商店买另外一样道具啦，要，诶、欸，一嚟有炸弹，通常都系咁，即系前排好缺嗰啲咧，佢就会突然间俾好多你。呢条直蛇系唔错嘅，吓、啊，至少射击速度好似真系快到一个好犀利嘅状态。我自己都觉得。诶，呢个道具加呢样嘢都几好。原来，喂，竟然嚟到呢个圣房喎、啊，啊，我有圣光保护我，仙光会枯引我们啊，系咪啊？呢个系咩啊？炉石嘅一句嘢。Oh shit， 揿错掣，谂住炸咗一个火，佢睇下有冇嘢攞。喂，喂喂喂喂喂，对唔住，我唔应该炸你，我唔应该，我系我嘅错，弊啦吓，无啦啦炸咗人哋，呢只唔系炸唔到嘅咩？点解无啦啦炸到嘅？
鬼啦，有啲不祥嘅预感，我会死咗喺呢度咧，无啦啦吓，炸咗人哋天使个豆，你真系想死？我冇心噶，哥哥，乌鸦，哇哇哇，无啦啦射啲闪光灯出嚟，搞掂，星环一个吓 ，key 嘅一个碎片啦吓，好似要有另外一条 key 先可以有用。诶，有一个灰心 good。诶，哇，几惊冇晒炸弹，唔好，嗱，忍一忍爆佢 ，oh shit。啊、好在好像是挡到的，不是啊，是为什么我扣了血之后会有一个灰心的，是不是一个效果来的，不过我已经没有血了、啊、没有血就糟了，现在剩下全部剩下一半而已、啊、即就算打赢了天使你都未必是得到神的眷恋的，来吧，求下你给多少少的道具我，会真的少少的、啊、不错，做人要知足、啊、吃那些知足就常乐噶啦，即系食多啲腐竹咧，就会健康啲。呢度有隐藏秘道咧，果然啊，好明显系一条大路通去罗马咁样啊！蛇形阿哥唔要你啦，阿王鸟炸弹换锁匙蚊，廿四小时全效，几好，好过冇啦吓，冇咩附加道具系有用，而家剩翻一条锁匙喺身啫我。哇！骷髅个头好惊，射佢射佢射佢吓，遥远遥远，哇！差啲俾人掉中啊！呢条直蛇真系其中一个蛇道具嚟讲，佢都系最有用其中一个。我自己觉得，会炸弹人吓，冇俾佢埋到嚟，射佢射佢射佢吓，恐惧啱啦，恐惧我就啱啦，唔好埋你啊你，搞掂，快啊！因为小血的关系，所以而家系最强状态，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，啊、其实系要咁玩嘅。佢呢个角色本身就系要令到你好多灰心的情况之下，屈到呢个状态出嚟。但其实系好难，尤其是你开头咧，你系完全冇呢个把握系做到呢样嘢。会小心蚊啊，好惊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，你哋唔好乱嚟啊！我哋呢个而家有双重嘅保护啦，有一隻蚊啱啱可以挡到一半嘅，系最大嘅安全嚟噶，基本上。如果俾多隻蚊我啊，当然最好啦。不过冇咁简单啊，我要钱啊，而家反而钱俾多四蚊我 ，OK， 四蚊啫，唔系好多。哇，系企定定就得噶啦，打呢只嘢基本上唔好乱喐，两步两步小碎步咁行就得。又嚟挑战关，诶、欸，金锁匙 good 啊，好似几纯啊，虽然冇咩血啦、啊、个感觉，哇，好惊啊！而家够远啊，啲射程啊，基本上可以走到好远都可以慢慢阴到佢，好正啊！呢条白蛇啊，迟啲又真系要留意一下，原来有啲咁嘅用，同埋我一直都唔知道条天使系可以炸死嘅俾我啊，谂唔到一炸佢就聋嘅，你搞我咁样啊，直接就起身打我啦，好在唔系好够我打。喂喂喂喂喂！哇哇哇哇哇喂！小心啊，冷静啲，唔好咁冲，咁就冇乜问题。食唔食嗰个心好咧吓，唔食就会可以继续 keep 到呢个状态，食就会解除啦。当然，诶、欸，啱啱好够钱嘅，唔好啦吓，攻嘅力咁高都唔够命仔紧要啊！本身五格血变翻就剩翻两三格攻啫，攻力低咗好多，唔紧要啦吓，诶、欸。地炸弹，炸弹图，每攞一个炸弹有两个炸弹用，是但啦，好过冇。呢个炸弹嘅设计图嚟噶，炸一炸啲菇，睇下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嘢先。嘢边啊，嘢有粒药，吓、啊、不过系粒废药嚟嘅，嚟得嘢，嘣，又第二粒药，炸弹换锁匙，是但啦，换啦，冇咩所谓。射佢，射佢，唔好俾啲虫埋到身啊！啱啱谂住冲埋嚟嘅时候，就俾我啲恐惧惊啊！叻仔你吓，哇！我惊，我啲霸气，哇！一嚟就打呢只，有冇搞错啊？好难打嘅只大佬，哇！避开，避开，避开 ，O K 嘅啊！其实我哋应该拎把刀砍佢咧，系最痛啦！而家呢个状态，不过，哇！我够识喷落，可恶啊！小心。慢慢咁样吓，熄灯又用咩吓？熄灯我唔会肉琴嘅，肉琴死咗啦，咁就快快脆脆咩都唔知道之下就射死佢。size 变细，速度变快嘅一个，我自己唔系几中意嘅道具。
因为本身的速度都不慢呢，速度太快我会控制不到，我发觉一去到四速我已经准备控制不到。而家是满血，哎呀好在离开耶、yeah。 哇好在把刀同我挡一挡啊，背后有把刀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现在没了之后就会射得很慢，还有距离，我都要回直野了。男人就要硬直啦，是不是不用说了，这些明白啦。 OK 射啊，专心解掉黄色的药吃下啦。 yeah 射速增加，拜拜。发现了不知什么可以，好像是、去到一些特别的房呢 会多少补伤那类东西，没记错。哇一个弹后的 oh shit， 哇怎么这么狠啊，你的仔一夜扣我一格血，好过分。哇是好惊好惊，直接跟我打死他，不用给我专心得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打不中好在。哎哦、啊、我已经没了保护罩了，没了一个灵魂的心心啊。啊哇你们发机关枪咁，哇你们射得很快，不过都是不够我射得快。小心啊，哇是好，哇你好过分啊，又扣一滴血，真是顶你个肺啊，小心啊，停留少少先。锁匙冇血啦，我用咗啊炸弹冇啦，冇咩炸弹因为原来，咦咪住呢度入面有嚿嘢，我哋睇下炸唔炸得到先。如果有灰心，我情愿攞多少少灰心。嘿，搞掂 ，yeah， 两个炸弹换翻底嘅。其实入面攞埋条锁匙啦，反正都唔系好缺资源，可能迟啲有用嘅，因为嘿搞掂，攞埋锁匙先。我攞咗呢个咁嘅道具，即系呢个装呢、這个叫咩啊？哇，好惊 ！Oh shit！ 啊，好在无啦啦太冲啦，哦。我呢个道具都冇用过，啱啱就即时用啦吓。啱啱嗰个状态实在系太难打啦，嗰堆咩跳下跳下嘅蜘蛛。小心，我最憎就系啲跳下跳下嘅蜘蛛。点解你识跳咧？我未见过啲蜘蛛真系识跳。你有几可望住啲蜘蛛啊？唔好乱嚟啊吓！我讲真，蜘蛛即时成堆蜘蛛，呕蜘蛛嗰啲仔出嚟啊！唔好乱嚟啊！喂，乜有一只喺嗰度？我睇唔到，直头系一个心。死靓仔啊！悭我冇钱啊！悭我冇钱，悭我冇钱啊！咁你死啦你，走啦吓，放低坏，临尾就整翻个结嘢俾我吓，系呢啲咪就系背后嘅敌人咧，即系啲痕黑嘅小朋友，永远都有呢啲咁嘅人喺度梳摆佢。先大佬唔入去打字啦，好危险啊！哎呀，啱啱应该唔好咁快食嗰个补血，一时唔记得。哇！喺肥仔压下压下咁，谂住冲埋嚟就俾佢打死咗啦。诶、欸，正下三只蚊啦，有刀有蚊，不得了！好多蛋都已经系避得到噶啦，咁我啊，黑色嘅钱啊，值五蚊噶，咁啊，无敌，基本上啊，挡蛋，你只要砸稍微有少少，有少少走位，基本上都可以安心，正。啊！但系其实同埋而家炸弹好多，因为啱啱之前买咗呢个双弹嗰个咧，所以我唔记得咗。啊！分分钟爆弹啊！最尾去到边个弹爆先？啊！唔好乱嚟，嘣！冇嘢嘅。如果炸咗你个五蚊走，我一定炸你出嚟。可恶！好啦，冇咩特别啊，冇钱嘅，所以都唔使去道具房。咁冇啊，大佬。Yeah, easy 啊，是不是呢都说 easy 了。神圣的房啊，速度增加的一只匙羹。做什么刚刚炸完你上超，哇是又要打多次啊。我试下炸多次看看会打多次先。嘣，会真的要啊，好像净了、啊、红色毛巾的、啊、这只、啊。不得了啊，辣庆了它。那是这样的啦。好像说呢原来开这个，哇是不得了啊，你的闪光灯这么劲啊，小心。好像话咧，其实呢一个都系为咗哇系另外一条，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？打紧而家呢个打完大佬之后咧，佢唔系有啲黑色嘅嗰个加福嘅，唔
知大家有冇留意啦，每一次都有得攞嘅，其实有白色嘅全家福噶，白色嘅全家福好似就系打呢个噶啦。咁、那个要求咧就系、是你要遇到天使房啦，跟住哇又中好，你要遇到天使房啦，跟住系咁打呢只咁嘅肥天使啦，打两次就可以攞埋另外一条锁匙，咁你就可以去到下一个地方。就系呢条咁嘅特别锁匙，就系、是、揾我老豆嘅传闻啊，传闻啦。咁我唔知啊，因为我自己未试过。入侵暗房咧，你白房嘅机会就会下降噶啦，所以我通常我 oh shit， 哇系抵晒啦佢，唔觉唔觉咁样扣咗两格血咯。哇哇喂喂，好危险啊！无啦啦点解会爆炸嘅入边？有粒药。Oh shit！ 是但啦，所哇系小心，小心，小小小偷袭啊！吓我吓我距离比佢远，偷袭佢。哎呀，哇好在好在，冇我几惊我自己又嗨咗埋佢。继续行，喂、哎，哇呢只强化版嚟嘅吓，超级烂面。之前都明明好好地地靓靓女女嘅，而家搞乜鬼啊你啊！唔好嬲啊，话你唔靓女啫，唔使嬲嘅。喂，正好道具，加血，我要你啦咁。呢、這个道具可令我巡航力大增，我嚟屈道具都 good 嘅，我嚟屈钱。其中一样我觉得几有用嘅一个道具啊，不过我最大值低啊，即系如果有钱嘅时候唔系可以。同换哇，好惊好哇，好难打啫，大佬。系、哦，好埋嚟啊！你啲心，你啲心唔好埋嚟啊！射咗个心先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系讲紧人哋个心少啊，定系讲紧你自己小心？一个恐惧就咩都唔识做，人真系好怕惊啊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好惊阿妈只手，只唔知仲有几多只啊？因为。哇好在啫，仲有会有第三隻呢，应该唔会啦啩，冇咁好彩嘅，死啦你吓，好埋嚟，沙蛇换炸弹系冇咩用，呢个度，喂，好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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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最惊啲最惊啲多嘢嘅位，哇系，喂好咯、啊、你哋，唔好过嚟，有种人喺条罅嗰度吓，我避开你。有种你系上嚟吓，你两个唔识上嚟 ，X 上嚟啦，死啊你吓！行正，我呢个系嗰啲触发嗰啲。喂，上嚟啦，你哋做咩啊？牛仔啊，牛仔我落嚟咯。你有个识走路啊，以为走得甩咩？会搞掂，犀利。下一个地方，哎呀，睇嚟我哋下一集咧，应该就系围开呢个天使房而努力啊。知道点样开嘅时候咧，就可以试下吓。即系之后嗰几集都未必会有黑暗关打。我哋玩，哇！暗器啊，顶！蚀啊，是但啊！吓惯啦，越嚟越一似一个剃咗头嘅女人，小心！夸张，死啊！哎 ，oh shit！ 又中咗啦，哇，好惊！补补血先。会竟然哇哇哇吓死我吓死我，又系呢个道具啊，直接跳落下一关嘅道具，唔要知啦，哇小心，唔知道可唔可以用一个呢个方法去屈到个北翻嚟咧？因为有一个北系你唔攞嗰个道具，你可以继续打噶嘛，啊即系我而家系玩紧挑战帽，我唔系玩紧正常关。咁其实挑战帽打完阿妈之后就应该就完咗啦，如果继续咁样屈落去会点？其实卖，哇，好惊，好惊吓，好 Q 多，好 Q 多，生蛇啊！你哋直头啊，完全 feel 到。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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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呢条蛇好过分咯，会长咗少少咧条蛇。嗱嗱嗱，你唔好埋嚟啊！本身个人唔惊，跟住条蛇惊之后咧，佢就惊埋一份。喂，哇，好恐怖，好惊中，冷静。剩翻一滴血嘅时候就更加要冷静啦，冇嘢嘅，笑开解掂，安心玩啦，可以乱嚟，哇系好惊。呢一只系我见过其中一只最难打嘅嘢，我记得上一集咧，如果我哋有出嘅话，佢就死咗喺佢手上，因为真系喂
唔好匿喺石头后面咁贱喎你。OK， 半格心冇用，走。哇，飞头，杀咗只飞头先。Oh shit！ 唔好理，专心。恐惧就啱啊，飞头啦吓。最好你有种你俾只马仔我，一定攞你只马仔。好、哦，佢惊啊佢吓，恐惧。哎呀，阿妈都唔打，直接过下一关，会有啲过分，但系都系冇。即系呢啲一定要打嘅，我觉得冇得唔打。其实你夹硬穿关就即系等于你放弃真系马仔喎，有啲难堪咁啊！唔紧要啦，攞咗马仔先。虽然变心系好似好啲，但系飞啊始终好难，好难抗拒嘅，你明唔明啊？要飞啊！几多人要飞都飞唔到。诶，换咗佢先。直接等人落下一关，攞完道具之后唔使嘥咁多时间落去。我要多少少血。睇先，呢一度会唔会有嘢 ？Oh， 揿错掣。换咗手掣之后咧，永远都好唔惯放炸弹同埋另外一个掣嘅 setting。永远咧谂住放，谂住用炸弹嘅时候用错第二样嘢噶啦。Oh， 弊啦弊啦弊啦吓，无啦啦，咁啊冇血啦我。有咩买？有梯喎，但我识飞，我仲要买梯咩？吓、啊，你系咪傻噶 ？OK， 冇啦吓，攞、啊、一攞补血就落下一关啦。咁我哋识飞能医百病，医咗两只大佬嘅好似，啊唔系啊，定系一只咋都系，一只。好，用道具啊，下一关唔好搞咁多。纯粹系为咗悭时间，我觉得呢个道具我唔知道人哋点用啦，我自己真系冇乜用。你点都打噶咯，你可以即系你会选择放弃唔打大佬去直接落下一关咩？除非只大佬真系劲爆难打嗰啲，但系冇咩冇边几只大佬系劲爆难打啊！哇，小心啊！只肥仔冲紧埋嚟入墙角先，杀晒啦吓！啲、啊、肥仔冇头之后就全部唔识跳，跳跳渣啦吓！啊即系识飞，识飞嘅死肥仔系咪嚣张啲嘅咧？识跳啫，人哋唔系识飞。射你隔篱啊！射唔到我，盲点。OK， 继续。哇！萤火会的死肥仔又开萤火会，唔好怪烧嘢食啦！你班死人头 ，oh shit， 中咗添。你真系以为自己好准？同埋点解而家啲面肥仔啲样好似面青咗咁多？即系我记得你旧时生得冇咁白噶，而家好似白咗啲。小心，受死啊！蜘蛛吓，喺荒郊野岭嘅森林嗰度，一个肥仔同埋佢成班肥仔朋友，哎哟，好在啫，避到靓啊！直嘴黄龙啊，就系呢家嘢。继续，会，哎呀，你想引我啊？我特登引你嘅，啊，你认为？弊家伙啊，中招了！唔好去太多地方啦，咁我哋记得地图呢家嘢真系唔系讲笑噶，随时会冇命。OK， good， 继续受死 ，yeah， 好打大佬，打老母，打完大佬打老母，唔系老母就系大佬啊。OK， 哇 shit， 喂，好过分，冇晒啦我吓啲心啊嗰啲，等佢踩一踩笪地先，喂一屈。喺呢个位啊，安全位，屈机安全位嗰度屈吓，把刀戒佢唔到，可惜。喺度屈咧，好快就屈晒，虽然系冇咩技术成分啦，但系我想斩佢只手，斩佢只手，唔该、啊，快啲，挑战关无谓咁有型啊，系咪先？哎呀，搞掂吓，受死！呢、這个位真系无敌屈机位嚟，我觉得吓，唔系好强嘅状态之下喺呢个位屈咧，基本上就系 Isaac。唔使多谢我阿妈，你永不超生噶啦，系好搞掂下个地方，入去打阿妈个窿啦。啊，都系嗰句啦，冇咩特别就尽快打落去，反正都冇道具攞啦，纯粹系睇你力量，都唔系好难嘅，我觉得就打阿妈。有只雀喺度，哇，好惊好惊，最惊就系 cancer， 冇乱嚟。冇埋嚟，点解啲颜色好似怪怪地咁啊？你哋啊，
定系好似系深咗，定系我只眼有啲问题啊？弊啊！我记得你哋冇咁暗噶喎，又转心射啊，好劲啊！啲速度够远咧，真系射得够远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。唔要啦吓，我要直射得啦，我唔要曲，我唔要弯射，屈射都唔好。OK， 下一个。希望冇呢关唔好扣血嘅话，下一关就会好顺。喂，小心眼，小心啲眼，小心啲眼。你好啦，你唔好再射我啦，我走噶。哎呀，射我唔到啊！太嚣张啦，小朋友你，小心，唔好埋嚟。哇，咁厚血嘅而家呢啲蜗牛定田螺嚟噶地鼠啊，厚血都有啲过分啦，射咗咁耐都唔死。我啲攻击力好低咩？唔系，三点攻都唔低啊。开嚟见我 ，OK good， 入去系唔扣血嘅，但出嚟扣血。哇系咩事？搞猪啊！突然间听到啲搞猪嘅声，做咩搞肚痛啊？你哋喺入边？入去睇一睇啦。哇系，好在入咗嚟啫，加工嘅力必需品。正，出翻嚟啦吓，扣半价血，一扣扣一价血，过分，唔紧要啦，加工嘅力系紧要啲。曾几何时嘅 boss 喺呢度，而家已经系卒仔啊，血量都唔俾翻条佢，非常之狠。你满地鲜血都冇咩用啊！发生咗啲咩事？点解咩都冇 ？Cancer 有用，不过唔想攞。哇！好在，哦，弊啦吓，一嘢唔知点解扣晒。发生咗啲咩事？啱啱本身谂住一滴血都唔扣，睇嚟都闷闷地。哇！好 Q 多屎啊！你哋。好多屎啊！冇埋嚟，攻击力就有几多？攻击力都系三，但系点解啲攻击力高咗咁？诶，白色心正，喺我紧绝嘅能力之下，有个白色心咧，系真系一个安慰嚟嘅。OK， 小心啊！你班咗咩 cancer 啊？呢班又系 cancer， 嗰班又系 cancer， 一班咧就系正常啊，未到恶化嘅 cancer。另外一班黑色嗰班人恶化咗嘅，好似系咁样分辨。呢啲受死啦，所以你啊，唔好埋嚟，唔好埋嚟，唔好埋嚟，系。哇，又系你，好多大佬打喎，原来都可以开道具冲过去，有型啊！骑住白马嘅，唔系骑住黑马嘅公主，我就系呢个，即系骑住黑马嘅公主，受死呀！有冇道具？系冇嘅，留低一个心俾我。唔要心，吴宇心，唔系啊，唔要心啊！喂，你知你喉咙痛啊？又系，哇，两只啊！做咩你哋吓？两兄弟自己打啦，做乜嘢啫？吓、啊？唔知边出卡通片系有啲兄弟打兄弟噶嘛？其实小朋友嚟，我唔记得边一出卡通片，即系两兄弟啊！你想打我哥咁啊？你？其实作为细佬嘅全部个设定都系特别嚣张少少，唔知点解，冇理啊！除咗亚视又咪有出之前播过一个僆仔，喺你两个自己相应啦吓，虽然唔系同一个老母生嘅，都系一模一样样啫，反正都冇乜所谓，系咪先？冇气啦，系咪啊？死啦你，安息啦你哋四兄弟，炸弹锁匙。而家咧嗰个黑仔叠埋条锁匙之后，你好似佢成永远都揸过住条锁匙咁，你唔好成日揸住我条锁匙得唔得咧？我唔会俾你去我屋企嘅。好啦，打大佬时间，哇，劲难打，最难打其中一只。Oh shit！ 弊啦吓，哦，你死咗，好过分，好过分啊！咁好啦，咁多位如果中意影片，麻烦俾个 like 或者俾个 comment 我，我哋下一集翻嚟先再继续啦。咁多位，拜拜。